这个场面很好看啊，两名教练在这儿一起在高喊。陈俊杰，好球！他这种球的处理，你看，你绝对，你总觉得他这个会不会要走步呀？但是他真的是时机把握得很好，吊内线。啊，李慕豪争到一个前场篮板。其实他掩护完以后啊，啊，对不起，刚才那个球是顾全拿的。李慕豪给布朗做掩护呢，他的这种顺下其实还可以自己再去琢磨。嗯。哎呦，林志杰的个人能力，这可是对方并没有失去防守位置啊。我们很少见到说东莞队一上开场就开始守联防，你这样呢其实是就是给对方一种心理，双方其实在较劲，就是你三分能不能进。哎呦，再来一个。现在关键是广厦今天已经连着进了至少三个了啊。对，而且这种三分球投得很硬啊，刚才是顾全在防，紧接着是李慕豪在防，林志杰都是顶着防守投进三分，这次有反击，